台湾羽球男双王麒麟、李阳、林洋配东京奥运羽球八强赛，王麒麟、李阳 VS 渡边勇大、远藤大由，台日大战，语音直播，无比赛画面，不喜勿录。为李阳、王麒麟带进冬奥羽球，加油！为台湾加油！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林 This Life 的 YouTube 频道。大家早安，大家午安，或者是大家晚安，依你的时区而定。那欢迎大家呢，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直播，欢迎在影片底下帮我们按个赞，帮我们的台湾选手李阳、王麒麟底下按赞，加油打气。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得知李阳、王麒麟小戴戴进冬奥羽球的最新赛事，怎么样可以看到他们的免费羽球比赛，冬奥的免费直播，他们的几点比赛，赛程啊，还有对手是谁啊，最新的状况，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得到的话，欢迎在影片底下免费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这些资讯整理起来，告诉你，免费的告诉你。那欢迎大家，我们第一手掌握最新的小戴戴进李阳、王麒麟的资讯，我们一起为我们台湾的朋友这个选手们加油打气。好，那也欢迎上面位置很空，欢迎干爹们、厂商们置入我们的这边呢。如果你有在做这个品牌，想要行销你的品牌，也可以联络这个小林，马上呢可以帮你做置入的广告。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子。那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先来告诉大家哈，这个声音 OK 吗？先跟大家就是问一下，午安午安，大家午安哦。那聊天室的这个部分呢、太多太多留言，我没有办法一一留这个回复，这个很抱歉。那就连影片底下留言，最近真的是太多了，双拳难敌四众多的这个留言。我知道你们很热情，留言我都有看。那我真的有空，我一定会把它全部补完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大家午安，好，那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台湾选手李阳、王麒麟加油。那先告诉大家，免费观看的资讯在哪里 ？OK。好，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免费观看的资讯哦。好，首先第一个免费观看比赛的资讯呢，你可以做这个艾尔达这边呢，艾尔达呢，它提供了这个体育一台、艾尔达体育一台，还有艾尔达奥运一台到艾尔达奥运六台的免费观看连结。可是你要看这些连结之前呢，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先在手机下载 Hami Video 的 APP 才能做观看，好，才能过这个做观看。那 Hami Video 这个 APP 呢，下载完以后就可以点上面这个连结，上面这个连结来做观看了。OK， 好，那如果说这个连结你觉得画质不优的话，你也可以尝试用高画质 4K 的这个影像来做观看。那提供的连结也是艾尔达跟中华电信的部分，好，这是付费的连结，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免费付费我都提供给你。那你觉得艾尔达的这个连线品质不太好的话，你也可以尝试这边，我们这边列了1-8个连结，直播连结。那我比较推荐的是抓饭直播，这个是海外的朋友也可以尝试的，那台湾的朋友也可以尝试。那抓饭直播除了点连结进去以外，你还可以在手机呢或者是电脑网页 Google 搜寻这个抓饭直播，点选到第一个简体中文的网页，卷动到中间，你看到乒乓球羽球的简称乒羽，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多个奥运羽球直播和奥运桌球直播的这个画面，比赛的画面的。那我们这边呢是碍于版权的部分，我们就不直播画面，我们用语音同步。OK， 好，那我先把我们上面的这个部分，紧接着我们要来做今天的这个李阳、王麒麟对上日本的这个第一男双远藤大由跟渡边勇大的迅速的赛事分析。好，迅速的赛事分析。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呢，李阳、王麒麟的对决呢，是来自日本的双打第一名组合渡边勇大跟远藤大由。那双方在2019年呢曾经交战过。那当时呢，就只有交战过这么一次，是由远藤大由跟渡边勇大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双方的历史对战记录呢，是日本拿到一胜。那台湾的王麒麟跟李阳呢，目前没有获胜记录，就只有交战过一场而已。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过去那一场是在2019年的中国公开赛，那远藤大由跟渡边勇大分别是以21-11、21-11拿下了这场比赛，对王麒麟、李阳的胜利。但是时隔两年了，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分析。好，这个分析呢是小林呢综合 PTT 的网站，再加上我自己的论述整理而成的。好，是男双的冠军、常胜军的渡边勇大，这是他们这个。王麒麟跟李阳要对决的，确实呢，真是这一场，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是硬战中的硬战。
虽然说前场台湾组合打下印尼世界第一，而且印尼世界第一呢哈稍早在八强赛也被淘汰了，这是一个大力多。但是呢哈，我们的对手今天的对手渡边勇大、远藤大由，可能是哈连印尼的第一名啊都可以好几场哈连胜的男双大魔王啊，他们的组合我们简称叫远渡组合，渡边勇大跟远藤大由 ，OK， 远渡组合。那他们的球风就是以惊人的防守为主，各种攻击都有办法予以还击，并且能够守中反攻啊，哈，防守中还能够做攻击，好，还有一双弹簧腿的这个渡边呢，哈，渡边勇大呢，哈，他的加压变速的打法，还有分球拉吊的这个技术呢，哈，堪称是业界顶尖呐，哈，羽球业界你提到渡边勇大，你第一个就会想到分球很强，拉吊非常强。双方有交手过一次，我们刚刚讲过，在19年的中国公开赛，那时候是大比分落败，两局21-11，好，直落二被日本打败。但是呢，好、哦、事隔三日啊，如别三秋，我们已经隔了不止三日，隔了两年了哈、哦。那双方呢，哈、哦、都有所进化。那这场比赛，我个人是觉得神仙打架啦，神仙打架，一起来帮台湾的选手加油。两组都是堪称目前羽球上面哦出神入化的绝技，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哈、哦、真的是神仙打架。好，那接下来因为比赛还没有开始，我们先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呢非常非常戏剧化的这个非常 dramatic 非常戏剧化的一个比赛。稍早苏伟毅跟谢定峰马来西亚的组合竟然在八强赛直接把印尼世界第一小黄人组合 KO， 比数是21-14、21-17，而且还是直落二，小黄人印尼世界羽球混双打排名第一的，竟然被马来西亚这个世界前十哦给 KO 出局哦。其实马来西亚的实力是还蛮强的啦，可是我想不到他们会 KO 世界第一哦，所以这个小黄人组合苏卡穆约跟吉迪翁哦在八强赛就先打包回印尼了。OK， 那这个部分我们再看一下，昨天又是一个 dramatic 的戏剧化的这个非常戏剧化的这个呈现的结果，日本的这个许晃希呢，打败了 Kento Momota， 世界排名第一的羽球大魔王男单桃田贤斗，就这样两局直落二，21-15、21-19，给 KO 了，真的是非常恐怖啊，非常恐怖哦。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的这个周天成跟王麒麟来说是一项大力多，因为他们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桃田贤斗，超级难打的，哦，超级难打的，结果竟然被韩国的这个小伙子，哦 ，KO 了，所以呢，哦，目前的这个羽球男单的这个赛事呢，哈、哦，是战国群雄啊，哦，因为第一名已经被 over 了，哈、哦，群雄割据，真的是对我们王子维跟周天成来讲是一大力多。好，我们来看一下 Woman Single 女单今天的赛事。世界这个日本的一姐哦，Nazumi Okuhara 这个奥原希望呢，哈、哦，直落二没有意外哈、哦，晋级了这个八强哈、哦，打败的对手是加拿大的华裔选手李文山。再来呢，这个安喜盈呢，哈、哦，也打败了这个这个应该是泰国的选手，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应该是有点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抱歉。好，所以呢，泰国选手被这个安喜盈打败了，21-15哈，给直落二。那新度呢，稍早的这个比赛呢，也把这个丹麦的米娅呢，哈，给 KO 了，也是晋级到八强。那伊瑟农呢，也在稍早的比赛呢，打败了东中，所以这边可以确定八强赛，哈、哦。常看的这个戏码大战哈、哦，小戴大战伊瑟农哈、哦，会再度出现。小戴大战伊瑟农会再度出现，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哦。伊瑟农也是蓄势待发，小戴这边八强呢是要强势问鼎冠军的。好、哦，这个部分明天会为大家送上直播，详细的时间几点出来呢？哈、哦，会帮大家马上这个做更新哦。是不杀男，谢谢。好，所以伊瑟农明天对小戴哈。哦，那何冰娇呢，则是在对这个美国的张贝文的时候，张贝文在第二局呢，哈、哦，跟腱断裂，哈、哦，跟腱，我收到的讯息是跟腱断裂了。那跟腱断裂是对任何运动员来讲最不想知道，跟腱就是啊，那个你那个
脚跟那边哈，摸起来最粗的那个跟腱断裂。那对当张贝文来讲是一项非常不好的打击。他是资深艺人，他是台湾美国版的一个人的武林啊。好，由于在美国对羽球的挹注资源非常的少，那他在美国这样资深艺人的打拼，那在这一次好不容易打进了奥运，在16强赛跟腱这边断裂伤退，那何冰娇直接晋级八强。那我们这边也好 pray for 张贝文哈，为张贝文祈祷。虽然他不是我们台湾的选手，但是他是美国版的哦，庄哥一个人的武林美国版哈，他一个人在美国对羽球的这个挹注非常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少。所以呢，这边我们也为张贝文祈祷。那好，有网友在问说，到底几点开始？目前本来是预计11:15呢，这个林洋配这个林洋大战，这个日本的远藤大由、渡边勇大，台湾男双对日本男双。那因为前一场比赛呢，哈，延误 delay了，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哈，我们这边呢会这边就是在 delay， 那再等一下，哈。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这个台湾选手男双王麒麟李洋呢加油打气。那晚一点呢，今天下午2点呢，台湾的小林同学林昀儒四强赛桌球男单四强赛将要出战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大魔王樊振东啊。到时候呢，小林我也会啊线上的跟大家语音直播。上一场还没有结束，没有错，黄金男双加油。那所以我们现在马上秀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的积分板 OK。 那也跟大家说声抱歉，有一些很棒的观众朋友们，你们都有在我的这个直播影片底下哈，不是聊天室，影片底下的留言。那因为最近真的是太多事情要忙了，我一下子没有来得及回复你的留言。那我们也会就是在之后，我保证抽空我会把你们留言看完先就再去做回复。那不好意思啊，因为通常我都是会回复你们的留言的。好，那对手呢是渡边勇大、远藤大有，没有错。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啊，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加油打气啊。王麒麟跟李洋，明天小戴比赛几点啊？因为目前的这个赛程我还没有得知啊，目前大会好像还没有公布，所以这个部分呢还不太清楚啊。知道以后会马上告诉大家啊。所以这场比赛是一个台日大战，台湾 vs 日本。OK， 好，那这次呢，我们的中华队这个棒球没有办法打进这个奥运，没有办法哦，有台日大战，但是羽球哦，应该就有了，一定就有了。李洋王麒麟对上日本的远藤大由、渡边勇大啊，远藤大由、渡边勇大呢，真的是一个目前来讲呢，日本男双呢绝对有问鼎世界前三的实力，因为他们打败了这个小黄人组合，也打败了蛮多次的。好，日本的世界排名我记得应该是世界第五还是第六，快速查一下。远藤大由、渡边勇大的世界排名，远藤大由、渡边勇大世界排名，界排名，世界排名，哎，等我一下，我记得是世界第六，我只是在做个确认，看看我没有记错，因为这个部分排名瞬息万变啊。好，我来找一下 ranking 排名 ，men's double 双打男双，世界排名第四啦，我记错了，第六是中国的组合。世界排名第四，所以是一个非常世界排名非常近距离的相争啊。那这个部分呢，真的是羽球的这个排名其实也不是一定的啦。你看世界排名第一的桃田贤斗，昨天也是被口斗啊，对不对？啊，被 KO 啊。好，开始了吗？要等双打牌。对，我们这边是先来暖场。那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台湾男双李洋王麒麟暖场一下，好不好？OK， 好，希望可以集到200个赞，一起帮我们的李洋王麒麟加油打气。没错啦，是世界排名第四，今天桌球会播。对 ，OK， 好，那开始了吗？好像还没啦，还没开始，这边还没有开始。对，这边好。那稍早我有收到一个即时讯息说，哈迷 Video 好像最近连线不稳，所以大家这个部分也可以考虑，就是转到就是抓饭直播。对，那影片底下免费观看连结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大家可以去点一下。
OK， 伊瑟农没有错，小戴八强要对伊瑟农。OK， 台湾世界排名第三，双打男双世界排名第三。啊，这个羽球真的不能用排名去盖瓜啦。世界排名第三，昨天我们台湾的王麒麟世界排名第三，也打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印尼的男双，所以排名真的不是绝对的。对啊，对啊，对，哈米系统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因为远藤大由跟渡边勇大呢，这边呢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刚刚有一些新的朋友还没有看到，我们再讲一下。好，那这个字体我稍微放大一些。好，远藤大由跟渡边勇大他们是男双的常胜军，尤其是渡边勇大哦，打过大大小小的赛事。那确实啊，这个是硬。这一场比赛啊，台湾男双王麒麟李阳呢对上渡边勇大远藤大由是硬战中的硬战。那虽然说前一场台湾组合打下印尼世界第一，而且印尼世界第一也在八强呢被马来西亚的这个苏维一跟谢定峰淘汰了，但对方呢今天要打的这个远藤大由跟渡边勇大是连印尼世界第一啊都可以连赢好几场的男双大魔王啊，我们简称他们叫远渡组合。那他们的球风就是以惊人的防守为主，怎么样呢？怎么样的防守呢？各种攻击都有办法予以还击，而且可以在还击中呢反攻，我们简称手中反攻啊哈。还有弹簧腿的这个渡边啊，渡边的弹簧腿啊，他真的跳得很高啊。他没有去打羽球的话，就应该就去打篮球了哈。他的这个加压变速的打法，还有分球及拉吊的能力啊哈，堪称是业界顶尖啊。你提到渡边这个人，在羽球界哈。男双排名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不好惹，分球和拉吊技术堪称顶尖。双方过去呢，在两年前呢，在2019年的中国公开赛呢，有交手。那次呢，我们的台湾的选手王麒麟跟李阳呢，是大比分的落败。那时隔两年，其实双方都有进化，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是觉得，神仙打架了，一起帮台湾选手加油。为什么说是神仙打架呢？台湾的男双王麒麟、李阳，他们是进化型哦。一直随着比赛在中进化。前场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有看印尼台湾男双对印尼男双的影片底下加一，我们来看一下。前场比赛印尼男双真的难打，我个人觉得哇，台湾男双怎么可能第一局会就是这么快速的拿下第一局？我以为第一局会交缠到最后才会获胜，结果第一局哇，这个分球李阳的分球，还有王麒麟后场的掌控。整个拿捏的非常好，我想说，天啊，我这个根本是在看冠军赛了吧？因为李阳跟王麒麟他们，我之前前场印象还停留在他们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泰国公开赛，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很强，可是没有像现在今天前场对印尼男双那么强，那个分球的速度，还有往前的一些小球的技术，再加上王麒麟后场的把控能力、节奏的调配。都是大进化。那随着比赛去进行呢，我发现他们已经有点在这次的这个羽球男单有点接近男双接近神的地位了。那我个人是认为远藤大由跟渡边勇大呢，其实他们是非常稳的，因为日本人14球4嘛，他们就是从防守建立好他们的整个体系，他们的防守很稳。那、因为我们林洋配男双呢，我们的进攻是好，如果这样讲好了，我们进攻就是一个锐利的矛，非常锐利。但远藤大由跟日本这个渡边勇大呢，算是啊非常非常坚不可摧的盾，所以这场比赛就是一个好神之矛跟神之盾。OK， 所以说我说是神仙打架是这个原因的哈，矛盾大对决啊，到底谁可以赢呢、啊？对啊。现在不能播报了吗？现在还有，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始比，还没有开始比。现在前场中国的组合还在跟丹麦组合比拼啊、所以是矛盾大对决啊啊、现在2-1，那可能就是快了啦啊、第三局嘛哈、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这场比赛真的是好看，嘿，好，那现在呢？刚刚的网友消息告诉我是艾尔达的体育一台有，那哈米 Video 应该有，就是中华电信的哈米 Video 应该有免费播艾尔达体育一台的比赛，大家也可以用我们影片底下的连接免费观看连接去看一下。
OK， 阿三也送日本他们下去了哦，谢谢啊。印尼的这个传奇组合，这个 Saitiawan 跟阿三呢，哈，也把日本的世界排名第五的这个组合呢，哈，给 KO 下来了。阿红啊，阿红，啊，原来是神仙对决的意思。对，阿红就是神仙对决。那这边也跟大家打个广告，阿红是我们的，啊，这个好观众、好朋友。如果你在园林的话，你可以去阿红他们家的煎饺，林厝煎饺来吃吃看。相当好吃，虽然我还没吃过，但是光看影片我就觉得好吃了。林厝煎饺在园林，大家可以欢迎去吃看看，我觉得个人我觉得非常推。OK， 好，阿三老油条了，真的，阿三是老油条了。OK， 那我们欢迎大家影片一起，影片底下按赞，希望能够帮这个王麒麟跟李阳呢先暖个赞，希望他们出场的时候呢，我们有300个赞，可以帮王麒麟、李阳加油打气一下。OK， 够了，这边台湾男双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OK， 好 ，OK， 好，那阿红这边感谢不谢啦，大家都是我们的好好兄弟啦，哈。OK， 好，张景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OK， 我知道你很激动，我知道你很激动。OK， 哪边有连结在影片底下，免费底影片底下的个说明栏，说明栏。OK， 这场赢是进四强，没有错。王子维打安塞龙怎么看？王子维打安塞龙加饼，也是很拼，很拼。安塞龙，王子维对安塞龙，我记得是没有赢过哦，没有赢过。早上带自己没有比赛啦，是昨天的比赛，早上赢了。今天带自己没有比赛，明天在八强，明天的八强。对 ，OK， 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这个台湾男双王麒麟跟李阳暖一下阵。正能量输出一下，希望能够在他们比赛前呢输出到300个赞，帮他们加油打气一下，一起按赞加油打气。王麒麟、李阳这对组合真的是难能可贵，难能可贵。4K 画质有差吗？没有啦，就是提供一个选择给你，有提供免费的画质啊，那免费的画质也是 HD1080 的。OK， 几点开始？大约在15分钟后吧。保守估计15分钟后，因为 delay 了，前场比赛现在还在打，所以这个台湾男双林洋配要等一下，要等一下。王子维打安塞龙，就像好，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我不会讲台语啊，所以有直播平台吗？有，在影片底下的免费观看的底下有说明栏，大家可以去点一下。那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小戴戴之影，我们的王子维、周天成、台湾男双李洋、王麒麟在这个奥运赛场上的最新资讯，包括哪边可以看他们免费的奥运比赛的线上直播，他们的最新赛程、比分、几点比赛、最新的状况。如果你想一手掌握的话呢，欢迎在影片底下免费订阅我们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有第一时间最新的资讯，我都会整理成这个最新的影片哦，送给大家。那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免费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一起帮我们台湾的这个羽球选手加油打气。那小林，我这个 YouTube 频道在这次奥运期间呢，会比较专注在桌球，台湾的桌球和台湾的羽球奥运选手的这个表现，比方说小林同学啊，还有这个庄智渊还没有结束哦，他还有男团的赛事，男子团体的赛事哦，郑怡静也还有女子团体的赛事哦，所以这些部分呢，我们在桌球、羽球，专注在奥运桌球、羽球台湾选手的这个资讯的会诊，在影片底下呢，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奥运选手、台湾的奥运选手最新的资讯，我都整理起来免费送给大家。还有个人赛有，嘿，鞍马还有单独项，李志凯晋级还没比，谢谢谢谢。啊，林洋配等一下的对手是谁？马上告诉你。好，等我一下。好，等一下的对手，世界排名第4的远藤大由、渡边勇大，是日本第一男双，那曾经也是打败过世界排名第一的小黄人组合，但是小黄人组合，这个印尼的这个苏卡穆约跟吉迪翁在稍早的八强赛呢，也被淘汰了，被马来西亚组合淘汰了。郑怡静还没有那么快退休，他跟小林同学的混双估计还可以叱咤风云一阵子。对，那今天会播小林同学吗？会，林昀儒2点比赛，对上的对手是中国大魔王樊振东，世界排名第一，我们也会播。林昀儒什么时候要打樊振东呢？下午2点。8月1号李志凯决赛，谢谢尤中龙，谢谢。我认为丹麦应该主动进攻一些。好，庄是不是真的老了？不知道小林怎么看？我个人觉得他会继续打下去，因为他是一个怎么讲？他想要证明给别人看，
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不想要被台湾的一些体制打败嘛。那这个部分什么样的体制呢？大家可以网络上自己去找去查询庄智渊的一些相关新闻。他想要证明自己，就算只靠自己，哦，我只靠自己，我也可以好，哦，在桌球上面打出一片天。哦，他真的是只靠自己，比现在的小林同学他其实很幸福，因为他现在是世界排名最前面嘛。那台湾的世界排名最前面的选手，所以很多资源会比较怎么样来讲，比较专注在培养这样这么强的一个选手。那我们能说庄智渊不强吗？他很强，可是他没有他以前的巅峰这么厉害了。但是现在的资源就比较少益处给他了。那这个部分庄智渊想要证明的是，就算没有资源益处给我，我凭着自己一番的苦练，我现在还是能够在国际的桌球上面有一番作为。那我建议大家，庄智渊的比赛大家可以继续追下去，只要有心，我们真的可以查得到庄智渊的比赛。因为他没有正式说过他要退休，所以还是有机会的。那这个小林同学对樊振东的比赛呢，他其实有赢过樊振东一次啦，但是那个赛制是 T2 的这个联赛， T2 的联赛跟正式的桌球的赛制又不太一样了，所以其实他是有实力可以打败樊振东，可是不是每一次就像掷骰子一样，掷骰子骰到6是最强的，可是这个小林同学不是每一次都能够骰到6啊。 OK， 像昨天的比赛对上这个斯洛维尼亚的选手，小林同学就是骰到6，有如神助神的领域的一样的发挥。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是觉得小林同学今天的比赛还是有机会的。这次台湾参加奥运蛮多人的，有几个项目台湾40年来OK， 好，谢谢你的这个留言，我看到了。小林赢过马龙，也赢过樊振东，还没开始，因为前场比赛这个中国对丹麦的男双还在打哦，也是一场硬战，也是一场神仙打架，还没开始。好，谢谢。好，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哦按赞，帮我们的这个台湾的选手哦，这个王麒麟李阳加油打气一下，还没有开始打 ，OK。所以我们希望在他出场前呢，在影片底下按赞，好，希望能够集满400个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台湾选手这个王麒麟跟李阳了哈，汇集正能量，一起帮他们加油打气一下哈。希望呢哈，我们可以把透过累积到400个赞，把我们正能量这满满的输出哈，到传达到日本啊。希望他们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一场艰难的对决，对上的选手是远藤大遥、渡边勇大，希望借由我们正能量的传送，让他们打得顺风顺水，关关难过关关过，过五关斩六将。OK， 好，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这个王麒麟、李阳加油打气一下。好，还没出场。好，丹麦和中国目前是各赢一局，第三局。OK， 没有错，谢谢你。那马林没有打了啦，不好意思，我刚刚讲太快。台湾马。不好意思啊，我讲太快了，不好意思。马林如果是啊，这个西班牙马林如果愿意规划来台湾，我们也是很欢迎的。好，不好意思，我讲太快了。哦，嗨嗨，各位大家，日本这组强啊，世界排名第4，曾经也是打败过世界排名第1，而且日本这组远藤大由、渡边勇大，今年在有这个羽球这个温布敦网球是这个网球的界这最高殿堂，在今年的全英公开赛仅次于奥运的这个羽球比赛呢拿下了冠军，你说他强吗？他强啊，很强啊。哦，可以讲一下桃田贤斗吗？桃田贤斗就是一个他还没有在一个昨天这样看起来他还没有在状况内，他第一局被打慌了，对，那后来他有点躁进了，就是有点急于想要扳回。那我个人觉得他后面打的有点相当，他想要表现出沉稳，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一些回击的策略，有感觉他有点乱了套，失了一些他自己平常打球的一些法度，所以我个人觉得他昨天比赛没有在一个很棒的一个状态内，对。对，温布顿是网球啦，哈。那我个人是说，温布顿网球是网球界算是最高的殿堂。那羽球的部分呢，哈，也有一个类似温布顿的这种感觉啦，哈。全英公开赛也算是羽球的最高的殿堂之一，仅次于奥运。哎，好，
男双快开始了，本来原定表定是上午11:15，但是因为前一场比赛 delay， 所以系统还是用上午11:15在这边这样子。OK， 小林喜欢哪个选手？都喜欢，我最喜欢台湾的选手，最喜欢台湾的选手。那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台完全主观，绝不客观，我们的就是主观的希望台湾的选手赢。完全的主观，你不会听到任何一点的专业分析。我们这边是完全的主观，我们就是希望台湾选手赢。但是我不会太夸张去唱衰对手，或者是什么给对手取难听的绰号。但是我们这场比赛就是完全的主观，我就是希望台湾的选手赢。所以如果你认同我的想法，你可以在影片底下打留言加一啊。如果你不认同的话，我跟你抱歉，不好意思。如果我这就是很主观，我就是喜欢台湾选手，我就是要台湾选手赢，就完全不客观。好，这个部分跟大家讲一下。可是没隔壁没比赛，为什么不在隔场比赛？就是他们这边有定好日本的这边的奥运的规则，哪一场比赛就是在哪一场比赛打。对对对，好，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完全主观的，然后大家认同就加一啊，不认同我跟你说声抱歉。对对对，戴墨镜直播就是。就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风格啦，齁，所以我这边就是完全主观啦，齁，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客观或者是专业，完全不专业，我们就是完全主观的偏台湾选手，对，我们就是偏台湾选手，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台湾选手赢，对，就是这样而已。对，那如果你认同的话，也可以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一下，希望能够冲破500个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一下哦。他们还没出场，李阳王麒麟哦，我们帮他暖500个赞哦，帮他影片底下按赞，暖500个赞，给他一个正能量出场。OK， 好，对，谢谢你们的加一，谢谢，每次都有按赞，谢谢新冠，谢谢新冠也是我们的好伙伴。啊，台湾人当然支持啊，台湾睡了。好啦，拍谁？那也跟很多朋友抱歉，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我一直在影片底下喊说要大家在影片底下按赞？你小兵，你是不是要骗赞？不是，我真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汇聚正能量，按赞底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汇集正能量打，就是加油。这些按赞不是给我的啦，是就是意识形象上的，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按赞数字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那如果你要认为是骗赞，我跟你道歉啊。如果我的做法让你不舒服，我也跟你道歉 ，OK， 不好意思，那我这边就是完全主观的，想要透过大家的按赞来帮这个台湾的选手加油打气一下 ，OK， 好 ，OK， 那台湾选手李阳王麒麟准备上场，台湾加油，每次都有跟 Johnson 太赞了啦 ，OK。国外朋友可以用的转播连结有在影片底下免费观看的比赛资讯说明栏，你点一下影片底下说明栏，找那个抓饭直播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外的连结了。谢谢新冠，好，谢谢这个 Paul 说还有在比射箭，那我们这边主要先专注在这个羽球这个部分。那丹麦这边的选手呢，目前呢还没结束，目前第三局中国14-9五分的领先。谢谢一样。Go go go， 李阳王麒麟加油。张少喜欢李阳，好，喜欢了 ,OK。好啦，周启琼，那跟你不好意思，抱歉。好，周启琼，不好意思得罪到你了。好。没关系，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说我是在就是诱导大家在按赞的话，那跟你大家做道歉，我就是主要就是我真的是希望说我们透过按赞来帮这个选手传递正能量啊，大家不要吵架齁，不要因为我这边齁就说我的解释就讨厌别人 ,OK。我们上面的这个负面的留言，如果你觉得是负面留言，我不觉得是对方是负面留言啊，我只是跟他道歉。那如果你觉得是负面留言的话，你就不要理会。我们这边的影片呢，直播呢，就是主要呢，就是要帮台湾之光哦选手加油，对，好，所以我们就是专注在台湾之光的帮选手加油啊，专注在比赛的赛事上面。好，那我们就继续帮选手加油打气一下 ，OK， 好。那目前呢，2102位观众，我们即将等待的是我们的这个选手的出场，加油！好了 ，OK 了，不要吵架了，好，没关系。好，那有些人觉得他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尊重啊，我们就不在这个话题多做讨论了，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主轴。好，赞哦！印尼还有跟对岸的选手
目前有可能。几点会开始？原定11:15。原定11:15，但是呢，前场比赛丹麦对中国还在打。OK， 丹麦的拉斯姆森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长城组合，这个刘宇辰跟李俊慧这个也是蛮强的一个组合啦哈，还在打。好，按赞加油，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汇集正能量，帮我们的台湾选手加油。台湾 OK 的，还在打。对，谢谢粉丝，硬粉丝，好酷的名字啊。好。还在打，伊藤美诚也辛苦了。对，伊藤美诚也是蛮强的、啊、目前有实力打败中，也曾经打败过中国，那也有实力问鼎这次奥运金牌的。那我个人觉得奥运这次我们单就是整个策略分布来讲，奥运的桌球和羽球，中国已经不再有优势了。所以这个部分哦，真的是给。世界一个机会可以去冲击金牌，因为昔日非常强的中国，乒乓球、羽球、桌球、羽球这一块呢，其实目前来看呢，优势已经慢慢下来了啦。好，那影片底下的免费观看连结呢，在影片底下说明栏，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按一下。好，伊藤输了，真的吗？哦，那这等一下我们去关注一下。那感谢，真心的感谢600多位按赞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你们很棒，帮助我们台湾选手汇集正能量，按赞加油 ，OK。好，台湾选手李阳王麒麟即将快要登场，那目前我们前场这场比赛原定11:15开打，但是因为前场比赛呢还在打，好，丹麦的男双对中国的男双，还在纠缠呢，丹麦的男双呢毫不放弃啊，目前追到落后一分而已，那这局谁赢谁就进四强，所以。他们双方也是使劲了力气啊、去冲击这个四强啊、桌球也是挺猛，桌球很猛。我建议大家，奥运结束以后，你们还是大家，我们还是可以去关注桌球、羽球，因为小林我长期在转播羽球的比赛。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奥运结束以后一起去关注台湾羽球选手、桌球选手的这个比赛的话，欢迎在影片底下免费订阅我的小林 Thi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台湾最新的桌球、羽球选手的国际赛事呢，我都会整理给大家分享给大家。那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订阅我的小林 This Life YouTube 频道，一起支持我们的台湾桌球和羽球的选手国际的比赛赛事。OK， 现在都是用听的，对，因为。听的是那个交友软体吗？没有啦，那个免费观看比赛的连结，如果你要看画面的话，在底下的说明栏 ，OK， 说明栏有免费观看的连结，在影片底下点一下就好了。有个疑问，请问一下，庄俊彦的男单跟小林的男单有什么不一样？没有，量级一样，这男单没有分什么量级的，就是量级，只是因为庄志渊他的种子序比较后面，他好像大会第28种子吗？忘记了，对，那所以他会从比较早开始打，他可能从32强、64强开始打，对，是这个意思，因为小林同学林云儒的他种子是大会的前半段种子，忘记是第几，这个可能第六、第五吧。那所以他就可以选择，他就有优待啦，就是可以从16强、32强开始打这样子。对对对，好，是这个意思。希望有解惑到你的问题，好，也或者是解惑到大家的问题。好，陈启章说丹麦加油，丹麦我也是蛮喜欢吃丹麦的饼干的啦。OK， 那早餐也会点丹麦吐司，那希望丹麦哦加油一下。目前比数是来到了。中国队的男双和丹麦的男双，中国的李俊慧、刘宇辰跟丹麦的这个拉斯姆森这对组合呢，目前追到18:17，一分差，丹麦组合落后一分。OK， 丹麦组合落后一分，但是，对这场比赛我完全没有激情可言，因为我的激情全部留在哦。激动的激不是攻击的激啊，激情留在台湾的选手李阳王麒麟这边。 OK， 所以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OK， 还没本来开始的，快开始了。好，不论你要这场比赛为谁加油都 OK， 那下一场李阳王麒麟这场比赛呢，我铁定是站在台湾这一方的。 OK， 好，奥恰洛夫强嘛，奥恰洛夫当然强啊，奥运的不知道几朝元老了，真的强了、老当益壮啊，越老越迷奸。 OK， 老而迷奸。小林，你羽球技术好吗？完全不行。好，不要再讲激情了。 OK， 赛末点了，赛末点了、Game point match point。 OK，
啊，19-18，19-18的这个部分，哎，还没到赛末点呢、啊，还是你们看的比我快，还是应该是这个讯号传送的问题啦，好，或者我家网速太慢，好，那中国队来到赛末点了。好，对，没错没错，我们这位台湾加油，林云路是下午两点，好，又追到20-19，哎呦，紧张刺激啦，那我们一起，好，趁现在还没李阳王麒麟还没出来，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好，先传送个正能量，按赞，好，传送个正能量，帮我们的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好，丹麦要输了，不一定啦，哦，目前我这边的画面是看20-19啦，哦，啊，不要吵架哈、哦。那上面呢，不理性的留言，你觉得是不理性或负面的留言，那你就忽略，不要理会，不要随之起舞。我们这场比赛，不要去理会留言，你可以正能量的支持留言，但是我们主要是啊、哦，专注在分数这一块，帮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专注在台湾选手表现这一块，不要去随那个聊天室一些你觉得不舒服的留言，不要随之起舞啊。哦，有些人他可能没有这么的，他可能就是比较心直口快哈，他想什么就打什么，那你不要随着他们，你要做个沉稳的人嘛，你不要这么激动嘛，你把你的激动留在比赛嘛，哦，不要把你的激动在这个聊天室跟一些网友一般见识嘛，哈，好，要开始了，可惜，好，没关系，丹麦选手入围就是肯定，打奥运就是肯定，而且何况你们打到了这个八强赛。请问有免费转播的连结也有，在影片底下的观看说明栏，我有教学，你可以去点一下影片底下的说明栏去看一下。台湾选手要加油了，谢谢于心意啊。好，非洲大陆两方都很厉害，没错，两方都很厉害，这场比赛也是经典战役啊。虽然我没有注意在看呐、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能打到八强。其实八强以后，羽球男双八强以后，小组赛还好看不出端倪，可是八强以后每一场都难打，你说每一场都简单轻松吗？没有，戴资颖也是，戴资颖八强之后的赛事场场难打，你看他八强要对伊瑟农世界排名第五，哎，哇，那生涯对战小戴超过30场，这个情逢敌手的这个对决，只要是奥运的项目啊，能打进第二轮、第三轮哦，真的是就是已经是不是简单的啦。哈，小组赛你可以说什么轻松打，可是进入复赛、进入16强、进入8强，真的是场场难打。OK， 体育台，没错，林云儒下午两点，那小林我快就之后就会就是跟大家一起做直播林云儒的赛事。林阳有赢吗？林阳还没比，哦，现在 delay。 那林云儒的赛事的部分我可能会，哦，就是因为两点啊，林阳配这边我个人觉得也是打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这个时间上我有点难抓，对，有点难抓。小林平常会做什么运动吗？目前的话可能因为没有办法不方便出门嘛，就是现在这个局势的关系，所以说在家自己做一些重训，变得还是越做重训越胖，可能是做的不标准吧，或是贪吃嘴馋。OK， 那平常的话，如果是一年前，我都是打篮球、打羽球、打桌球，也以前会爬山嘛，偶尔会爬。对，今天的艾尔达有点怪怪的。对，有朋友跟我讲，电视有转播吗？这个东升跟公视，你可以试试看。好，关关难过关关过，台湾加油！台湾加油，没有错，对手是日本男双的最后希望。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对手是日本男双第一 ，OK， 世界排名第四啊。目前这场比赛我给他定名为神仙打架哦，两组选手都是堪称哦，已经进入神的领域了啦哦。李阳王麒麟哦，昨天前天对战印尼的这个传奇组合，不是传奇，印尼的苏卡穆约吉提王世界排名第一哦，堪称是一场封神的战役啊！哦，这场比赛李阳王麒麟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极限，他们每一场比赛都没有极限啊、哦！那远藤大由跟渡边友大只是不用讲了，今年的这个羽球最高殿堂的之一的比赛全英赛拿到冠军，也是把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打得不要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我定名为神仙打架。OK。好，印尼输了，对，印尼真的要回印尼了，对，射箭赢了，逆转胜，真的吗？碎了，林阳牌，
这个打字太有趣了。林洋配呢，好，排世界排名第三，但是羽球真的不能看排名，排名只供参考。好，现场的比赛即将要开始了。好，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来了，中国没有跟台湾比赛，但是我们有吗？这个部分我不太确定。我想看破纪录 ，OK， 永远支持，没错，我们一起支持台湾的选手，加油！有对战记录吗？有啦，我们马上给，因为有一些朋友们他们有想要看对战记录，所以我稍微把我们这个即时比分给去掉，因为现在也还没比赛。好，等我一下哦。好，把即时的对战记录。过去呢，在2019年的时候，林洋配王麒麟李洋对远藤大友渡边勇大呢，有一场交战记录。那总共呢，好，是一胜零败，然后台湾的选手是落败的，没有取胜的记录啊。那双方呢，哈，生涯上也只有对战这一场。那这一场的详细比分呢，哈，在2019年中国公开赛，远藤大由渡边勇大21-11，21-11拿下胜利。可是这是两年前了，事隔三日，如隔三秋。所以呢，啊，这个部分，我个人还是很看好今天这场比赛，台湾队能够，我们台湾的王麒麟李洋呢，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OK， 那双方快要出来了，那我们稍微最后做一个快速的简介，因为我们有新加入的朋友们。 OK， 所以我们马上去做一个今天的这个部分，再次的跟大家讲一下快速的简介。是男双冠军常胜军的这对组合渡边勇大跟远藤大由呢，确实这一场比赛王麒麟李洋呢是硬战中的硬战。虽然说前场台湾的组合打下印尼世界第一，而且印尼世界第一呢，稍早在八强赛也被淘汰了，被马来西亚组合淘汰，苏伟毅跟谢定峰。那但现在呢，要面对对手渡边勇大、远藤大由，可是呢，能够在比赛中连赢印尼世界第一好几场的男双大魔王。那他们最强的部分呢，就是球风，他们是惊人的防守。怎么说呢？各种攻击都有办法予以还击，而且可以在防守中呢去反攻。那还有弹簧腿的渡边勇大呢，他的加压快速的打法呢，还有他分球拉吊的这个技术堪称顶尖。双方有过交，我们刚刚讲过哈，有过一次交手记录，可是已经是2019年了。那这场比赛呢，我是定位为神仙打架啦，因为真的两方呢都是堪称已经进入神的领域的羽球男双的选手了，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看好的。好，这场比赛一定好看，包准好看，台湾选手加油！好，第一局即将要开始 ，OK， 好，恭喜台湾的射箭，很好。画面拍到李洋的背面，哦，小腿很结实 ，OK，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这个部分来看一下我们的比赛的部分，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李洋王麒麟呢，好，目前正在做对练，哈，目前就要做热身，那也稍微讲一下。李洋呢，其实在多年前呢，他可是连台湾的乙组羽球乙组都打不进的选手。那靠着就是扎实的苦练，埋头的苦练，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爬，来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就啊，真的是相当厉害。那跟大家讲一下，李洋是金门人哦，如果你有在，你是金门人的，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帮金门人加油打气一下。OK， 金门孩子熊赞。OK， 好。那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这个台湾选手加油。为何不播画面啊？是因为版权的关系，所以在影片底下我有告诉你哪边可以看免费观看的比赛资讯，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你可以去点一下。好，我们一起这个加油一下。好，不是一金门人要加一，好 ，OK， 带个医生这么快遇到，真的是压力山大，没有错啊。好啊，不要理他啦哈。以文清啊，不要理他啊。好，谢谢阿红帮我解释，谢谢。好，摸清对方球路弱点，对方的球路就是以防守为主。那目前的弱点可能要在比赛中慢慢的观察去寻找，因为每一场比赛，选手们的状况都不一样嘛啊。犀利的弱点可能在这场比赛里面就可能变成没有弱点。OK。那王麒麟跟李洋的教练呢，是陈宏林。那陈宏林呢，过去是王麒麟在比赛中的搭档，这念起来有点绕口，我们再念一次。王麒麟李洋的教练是陈宏林，而陈宏林又是王麒麟以前比赛的搭档。OK， 好，越来越顺了。好，基隆都没有选手，一定会有出现的。OK， 一定会有机会的。OK，
好，小林的桌球两点，小林的桌球两点，那比赛呢即将开始。好，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暖赞一下，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好，目前呢，哈，正在准备要比赛的是台湾男双林洋配。好，那目前呢，双方呢，已经就绪了。对手是来自日本，世界排名第四，但是日本第一的男双远藤大由。这场比赛，堪称是非常重要，谁赢谁就进四强。那进四强，距离奖牌又更近了一些。好，那双方准备开始。那看起来好像是远藤大由、渡边勇大这个日本组合还在比，还在要发球。我们看一下，王麒麟跟李阳还是有保持轻松的笑容啊那这个部分是好的，好，赛前保持轻松放松肌肉是 OK 的。这次的裁判是比利时籍的裁判 ，OK。好，那李阳王麒麟对上日本的渡边勇大、远藤大由。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球。渡边勇大、远藤大由这边日本的开球，第一球发了一个短球，哇，马上去做一个急攻。这球球的落点是在界内还是在界外？在界外。目前0-1，暂时一分落后，没关系，开局而已，不用急，不用怕。好，这边的发球，好，发一个后场起高。好，这边的双方往前的平抽挡，哇，这个部分，王麒麟这边呢回球挂网，目前比数来到0-2，暂时两分落后，开局可能要找一些球感状况，可能难免会小落后，这个部分大家不用担心。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日本队的第三发，哇，这边呢做一个扑网，哇，这部分再度拿分，1-2，不错。我们这边呢，李阳王麒麟打得非常有侵略性，拿回发球权。目前比数1-2，李阳发球。我们一起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李阳王麒麟加油打气一下。好，这个部分双方李阳在前场的一个埋伏，王麒麟后场起高球。哇，这球起得太高太猛了。那目前比数来到1-3，暂时两分落后。我们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王麒麟李阳传送正能量，加油打气一下，希望能够突破800个赞，帮我们的王麒麟李阳加油打气一下。OK， 那这个部分呢，目前是1-3，暂时落后。好，我们看一下，这球发球得分啊，日本选手发球没过，2-3，再追一分，碎了，目前2-3，王麒麟台湾巨炮。发球，王麒麟发球，来个短球。好，这边李阳后场的一个快攻杀球，哇，这球有点可惜啊！快攻挂网，目前比数来到2-4，暂时的两分落后。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希望可以第一局拿下稳稳的胜利。一起在影片底下汇集按赞正能量，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OK， 我们继续来到比赛这边。好，王麒麟这边要准备接发。日本队发球，王麒麟这边做一个快的强网快攻，这个部分日本的防守也是非常紧密，双方还有来回，王麒麟退到后场去做进攻，再一个后场起跳杀球，前场李阳再杀球。好，后场王麒麟这边呢，好，不急，没关系，被日本队挡住，王麒麟这边有机会，李阳再往前，好，再做一个扑救。好，还有这球还有，目前呢是一个多拍来回，王麒麟继续去对这个日本队进攻，这球还有，李阳去做一个后场杀球，这球李阳放掉不打，球的落点是在界外碎了。台湾选手再得一分，3-4，林洋配3-4再度拿回发球权。目前比分焦灼，3-4，比分互咬，台湾选手落后一分。影片底下一起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希望可以冲破900赞，汇集正能量，帮我们台湾选手，我把这个正能量传到东京，帮台湾选手加油。好，目前3-4，李洋的发球。李阳发一个短球，这边日本马上做一个起板抢攻，日本这边哇往前还有，日本选手防守非常的严密啊，这球哇有点可惜，台湾选手我们这边呢，球回去，这球再看一下回放，应该是我们4-4平手了，碎了，哇太棒了，目前呢4-4的平手，太棒了。好，我们看一下李阳王麒麟的发球，李阳的发球，发了一个短球。这个部分往前的交火，这边部分还有，
王麒麟这边呢继续去跟李阳好做搭配轮转，王麒麟起高球后场，好，日本队一个虚攻，好，再一个虚攻，都守住了，都守住了，好，王麒麟再一个虚攻，球往后场送，李阳这边往前救球，还有比赛还在进行，双方在中场的这个僵持，日本队的防守透过不断的轮转变化比赛的节奏，台湾选手继续去对这个日本选手做进攻，哇，这边呢李阳的分球打得漂亮，这场比赛呢还在进行，好，日本选手这边做一个大角做杀球，李阳守住了，这球日本选手杀球，我们守住了，还有这球还有，好，这球漂亮，李阳去做一个进攻，哇，这球有点可惜，李阳在进攻的时候过网，但是这球双方都打得漂亮，打得漂亮，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目前比数来到4-5，4-5，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目前暂时落后一分，希望能够突破900个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汇集正能量，打气一下。目前比赛来到4-5，4-5，暂时的落后一分。好，感谢875位按赞正能量传送，这我们这个东京球场给台湾选手的这些朋友们，感谢你们的按赞，让我们台湾选手再度得分了，5-5，5-5，真的是非常棒啊！这个我们台湾选手越挫越勇啊，落后一分不算什么哦，目前呢。5-5，5-5的领先，5-5的平手，不是领先，5-5平手，目前比数非常的焦灼。好，我们看一下王麒麟的发球，发个后场高远突袭。好，王麒麟这边接球，好，李阳这边起高球，让日本选手做快攻。好，这个部分王麒麟还有这球，哇，这球可惜了，这球日本没有，这球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球。这球的这个落点是在界内还是界外？如果界外，我们台湾是得分的。没错，这球是在界外，台湾得分6-5，6-5，首度领先，首度的领先6-5。王麒麟发球，发一个后场高球起高，哇，这球有点可惜啊，发了一个高球，但是出界，不要紧，不要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再来，再来，好，守住日本队这一番的攻势，还有机会，有机会。我们看一下台湾选手的发球，台湾选手接发。好，台湾选手加油！这边王麒麟跟李阳甚至可以做一个突袭式的进攻，直接抢网，都是可以放开来打，没有问题的。好，这个部分双方一样是站在这个比较前面的双上网的这个策略。现在呢，王麒麟回到后场去守。好，这个部分强势的攻击再度收到了效果，7-6，7-6，7-6，台湾选手领先了，领先一分。好，这个部分哇，双上网，然后在这个王麒麟的后场。好，李阳的后场更正，李阳后场的一个起跳，好，直接起板扣杀，这球漂亮的得分，7-6，7-6，台湾猛将李阳来发球了，好，发个短球，好，李阳的一个反手拍，王麒麟后场的直扣，这球哇，重炮杀球得手，8-6，8-6，比数来到8-6，两分的领先，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王麒麟李阳加油，汇集正能量，目前两分的领先。汇集正能量传送到日本，为他们加油打气。8-6，发一个短球，双方这边的交火，哇，这边快速的这个日本的攻击，他们也心慌慌啊。OK， 9-6，9-6，好，挂网发球，这个回球挂网。这个部分呢，李阳重心已经偏低了啊，偏低的回球还是过，但是让日本队呢想要起跳做杀球，这球挂网，碎了。9-6，9-6，台湾选手三分的领先，台湾猛将李阳再度发球，我们来看一下李阳的发球。李阳发一个短球，好，这球后场起高，李阳再去一个回击，好，这个部分双方呢往前的抽挡平抽挡，现在还有李阳这球回到后场，想要回一个大这个分球分到一个后场，但是出界，目前比数是来到9-7，9-7，双方呢哇第一局打得非常的酣畅淋漓啊，目前9-7，9-7，两分的领先，台湾选手两分的领先。好，这边有机会，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希望能够破千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汇集我们这加油打气的正能量，好，帮他们传送这些能量给他们，好，一起加油打气一下。好，这个部分，哇，这边王麒麟后场的一个进攻，啊，王麒麟两个扣杀都被日本队想防守守住了，那日本队呢，是以这个滴水不漏的防守著称，这边呢，王麒麟起高，让日本队杀球，这边日本队的杀球其实相对好守的。在这个力量质量上是没有王麒麟这么好的。OK， 日本队这边杀球，目前还是守住了。好，王麒麟后场起高，日本队选手杀球，再一个虚攻。李阳在往前坐镇，有这球有了吗？这球有了吗？这球是裁判判 offside 吗？
没有，这球是在 inside， 10-7，10-7，再赢一分进入中场技术暂停休息时间，哦，再赢一分进入中场技术暂停哦，哦，加油，顶住顶住，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助王麒麟、李阳加油，让他们顶住。这个部分有点可惜啊，这个在往前的热极攻呢挂网了，目前10-8，10-8，两分的落后，两分的落后。两分的领先，更正，两分的领先，我刚刚太激动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目前的比数来到10-8。好，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队的发球。好，我们看一下日本队的发球。日本队发一个短球。好，双方呢再往前平手打。哇，这球得手，这球得手，11-8，11-8，11-8拿下，拿下。好，目前呢11-8，三分的领先，进入了中场技术暂停，睡了睡了，目前三分的领先。好，目前的第一局是有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哦。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台湾选手台湾之光王麒麟、李阳加油打气一下，希望他们可以好顺顺的拿下第一局。好，拿下第一局，我们汇集在影片底下按赞的正能量，好，帮我们王麒麟、李阳加油打气，冲一下。OK， 那也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得知奥运期间的哈台湾选手羽球和桌球台湾选手最新的资讯的话，包括哪边可以看他们免费桌球、羽球比赛的奥运直播的连结，以及呢赛程、几点比赛、对手是谁这些资讯，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知道，欢迎在影片底下免费订阅我的小林 This Life YouTube 频道。我们会在这个奥运期间整理最新的桌球、羽球台湾选手的比赛资讯，好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呢哈，在这个影片里面，好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好，画面回到这个比赛这个边，感谢1000位朋友们的按赞，那我们继续，好，在影片底下继续按赞起来，汇集正能量，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好，李阳的发球发一个短球，好，这边呢渡边我们大哦往前，这个日本选手哦往前的一个挑打，这球呢台湾选手呢哈，在接回击的部分呢打出了界，11-9，11-9，暂时台湾选手还是两分的领先。好，李阳呢台湾猛将，好，目前呢哈在前面呢再喝了一声，有机会有机会。好，李阳的往前的平抽挡，往前这圈后场的回击，这球的回击球是在界外啊，日本的这个球场的风向也是诡谲难测的，12-9，12-9，台湾呢再度要回领，再度呢来到了三分的领先，来到了三分领先，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这边有机会。好，这个部分，好，李阳呢去做一个，哇，这球有机会，李阳做一个后场高远，好，这边攻击得手，13-9，13-9，拉开了，4分差，我们继续在影片下按赞，希望我们李阳王麒麟能够拉开比数 ，OK， 加油， 13-9，13-9，王麒麟的发球，好，希望可以拉开比数，好，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李阳王麒麟汇集正能量，好，李阳这边王麒麟发一个后场高球。啊，这球有点可惜，好，回击出界，没关系，13-10，我们台湾这个观众做你的最佳后盾 ，OK， 我们一起帮你加油，没有关系，守住，13-10，目前发球来到日本的选手这边，13-10，啊，台湾的选手领先三分，这球，哇，李阳扑倒在地，有点可惜，没有办法救到这球，好，那场边呢？我们看一下回放，哇，这球真的是转身间，日本队一个 lucky ball 翻网球啊，哈，球击中网袋以后翻网而过，来到李阳王麒麟的阵地啊，来不及救的情况下呢，13-11，13-11，好，没关系，不要紧，我们台湾的这个观众做你们最佳队友，影片底下按赞，一起帮我们的台湾选手李阳王麒麟正能量打气一下，好，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正能量1000多个正能量传到东京球场给他们，啊，这球发球。远藤大由、渡边勇大这球组合发球，这球是得分的，13-12，13-12，目前追到只剩一分差，台湾选手一分领先。我们看一下李阳的接发，台湾猛将李阳的接发，好，看一下这球，好，发一个短球，李阳一个扑网强网，好，这个部分李阳的分球，王麒麟后场重靠重破重扣，这球重扣得手，14-12，14-12。好，比分虽然焦灼，但是台湾选手慢慢的哈，一步一步哈，拉开了比赛的这个分数分差啊，目前14-12，14-12，目前呢我们继续来帮我们的台湾选手李阳王麒麟加油一下，
好，希望能够送到1100个赞。好，我们影片底下一起按赞，帮我们李阳王麒麟好加油按赞打气一下。这球呢，日本队要挑战，这球挑战也没有用啊，这球就是硬啊，只是在界内，好，在界内挑战只是增加我们台湾选手休息的时间呐、啊。OK， 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好帮我们台湾的李阳加王麒麟加油打气一下，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14-12，14-12，两分的领先。两分领先，台湾的骄傲，台湾之光，李阳王麒麟，目前八强赛出战的对手是日本的远藤大由、渡边勇大。OK， 李阳的发球，发一个短球。哇，这个部分快攻得手，快攻得手。15-12，15-12，各位观众，我们只要再赢六分，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再赢六分，只要六分，加油，一分一分拿。好，我们来看一下。李阳的发球，好，发一个短球，这边好，李阳后场起高，好，这个部分有点可惜啊，这个小空档 miss 掉了啊，那这边呢，让这个日本选手找到一个大空档啊，小空档要去做一个垂直的进攻啊，垂直的一个杀球进攻，那目前比数是来到15-13，日本选手非常难缠啊，追到两分差，好，日本选手拿回发球权，这个部分，哎呀，有点可惜，在接发的部分呢，一个小小的失误。15-14，日本选手又追上来了，好，来势汹汹，急起直追。那我们这边呢，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王麒麟李阳加油打气一下，好，传送正能量到日本，帮他们加油打气。好，这边呢，李阳在后场压阵，好，王麒麟现在在往前做一个压迫，这球的压迫有没有得分？有没有得分？有，16-14，16-14，两分的领先，王麒麟台湾重炮手的发球，我们来看一下，来一起底下按赞，帮王麒麟加油打气，看这球能不能发球拿下来。好，台湾选手发球，发一个短球。好，这个部分，好，哇，这边李阳扑倒在地，再次扑倒在地，就这颗球有点可惜了。啊，日本队选手这个虚攻，啊，李阳这边呢，差一点可以救到，差一点，真的是差一点。好，那目前呢，好，16-15，16-15，哇，这个比数咬得非常的近，咬得非常的近。好，不要紧，我们一起呢，好，帮这个王麒麟李阳加油。那这边要小心一下，日本选手这边可能会发一个高远球，做一个突袭式的攻击啊。好，真的是发一个高远球突袭攻击，好，没有关系。好，这边有接住，漂亮。好，王麒麟往前的一个压迫，好，再度得分，17-15，17-15，17-15，我们再赢四分，收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再赢四分。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台湾选手王麒麟李阳加油。我们只需要四分 ，only four 就可以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胜利就近在咫尺了。好，这个部分，好，王麒麟后场重控，李阳往前急控，这边日本选手都守住了。王麒麟这边再有，还有。好，这边呢，好，日本选手想要分球，结果分球过网，18-15，18-15，18-15，再三分，我们再赢三分。哇，这个部分啊、哦，日本选手回球过网，18-15，我们再赢三分，有机会。好，第一局可以拿下。OK， 我们继续看一下李阳的发球。李阳发一个短球，好，再一个后场，再送后场，王麒麟送一个后场高远。哇，这球有点可惜，刚好打到这个李阳王麒麟的中间空档。好，我们休息一下。好，这边呢，稍微看一下。哎呀，有点可惜，是有点打到这个王麒麟的近身球的。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这个弹簧腿的起跳做杀球，这个速度其实是还蛮快的。好，这边呢，双方呢继续在这个往前一轮猛攻，王麒麟在后场压阵。这球我们拿下，这球拿下了，19-15，19-16，19-16。哦，王麒麟今天的一吼，好，真的是士气大振，19-16。好，19-16。啊，李阳在往前的这个几番的这个好、哦、来回的这个多拍的来回，好、哦，完全压住了日本队进攻的锐气。19-16，我们再赢两分，第一局拿下，再赢两分。我们看一下，好，这边发球，这个边方有机会，哇，再来20-16，20-16，第一局停牌了，再赢一分就糊了 ，OK， 再赢一分就赢了 ，OK。目前呢，第一局有四个局点 ，OK。第一局有四个局点，好，希望第一球就可以拿下。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正能量，帮李阳王麒麟加油。好，第一局目前呢，好，要拿下了。好，目前日本选手在后场的杀球，好，做前做一个虚攻。好，这球放掉没有打，
这球放掉没有打，结果是一个界内，界内21-16，21-16，碎了。第一局拿下胜利，第一局拿下胜利，第二局只要拿下胜利就进四强了。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李阳王麒麟加油打气一下，汇集正能量，帮我们李阳王麒麟按赞加油打气，希望第二局也能够成功的拿手拿下，直落二拿下这场比赛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好。刚刚这场比赛真的是可圈可点，那李阳王麒麟呢，哇，在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哈，好精彩的这个来回的扑救，还有前场的压阵，好，这个部分让渡边勇大和远藤大由难以适应，21-16，五分的这个分差呢，好，打败了这个渡边勇大、远藤大由，再来一局，再赢一局，我们再赢一局，只要再赢一局，就直接进四强了，就直接进四强了。想看比赛的画面的话，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就可以去看哦。好，影片底下说明栏有免费观看比赛连结。好，真的是好激动，好激动啊！真的是台湾选手扬眉吐气，即将要进入啊四强了，再赢一球，再赢一局，再赢一局。OK， 那我们这个直播再跟新来的观众朋友讲一下，完全主观，没有客观，完全不专业，我们就是完全的啊，我就是完全小林，我就是完全站在台湾这一方。我就是希望台湾赢，所以完全主观，没有丝毫的客观。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话，欢迎你留下来，我们一起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那也欢迎你在奥运期间呢，如果你想要知道台湾的羽球、桌球的奥运赛事啊，那最新的比赛时间、几点比赛，重要的是哪边可以看他们免费羽球比赛、桌球比赛、奥运的这个线上直播连结。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些的话，欢迎在影片底下按赞好，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好，就可以第一时间呢好得到这些最新的资讯，一起帮台湾的奥运好手加油打气。好，现在来到我们这个比赛的这个画面比赛的直播。那没有画面的原因是因为有版权关系，我们做语音直播。那要看画面的话，影片底下有免费观看的连结，可以去看一下。好，日本队发球，台湾选手发球，这个部分多派来回，这球选择放掉不打，日本队一分领先，目前0-1，台湾选手一分暂时落后。我们继续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好，日本选手发球，发一个短的，好，台湾选手这边呢去做一个强网，好，王麒麟在前场的压阵。王麒麟后场，好，这边呢，李阳在前场的补位，好，这个部分，王麒麟在后场继续进攻，好，连续的起跳进攻，日本队都守住了，哇，这球有点可惜啊，哈，球没有过网，目前比数是来到0-2，台湾选手暂时两分落后，不要紧，刚刚上一局也是这样子 ，OK， 没问题的，好，0-2暂时落后，两分落后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这边有机会可以反这个。手中反攻哦，化手为攻。我们已经赢了第一局了啊。OK， 这边稳稳的来就好了。好，日本选手发球。好，这个部分王麒麟在后场压阵去做一个分球。好，王麒麟后场这边进攻，李阳在前场好突袭。好，李阳在前场的扑救。好，在一个前场的快攻。好，这边快攻得手。好，台湾猛将李阳再度惊天一吼，1-2。好，要回了第一分。目前台湾选手发球。好，这个部分有希望。1-2，有机会。台湾重炮手，好，王麒麟的发球，好，发一个后场高远，好，这个部分，哇，台湾选手上双上网，好，双上网给对手压迫了，好，目前呢，好，又回到轮转位移，回到后场，这个王麒麟的杀球得手，2-2，胜利迫在眉睫，近在咫尺 ，OK， 目前呢，2-2，好，目前双方呢，好，再度呢，来到了平手，好。第二局的第一局比赛的速度来到平手，第二局也是好，战况开始就非常的焦灼。好，台湾重炮手发球，好，这个李阳在往前的一个来回，好，李阳的往前一个虚攻，这边好起板，王麒麟这个后场扣杀，再一个好，再一个垂直的扣杀啊，日本选手都守住啊，李阳这边呢往前了神来一笔，好，继续呢去对对手呢去做一个突袭，好，目前比赛还有来回哦，还在打。好，双方在往前，好，速度的交火，这个部分，好，李阳呢，好，后场起高球，好，王麒麟这边呢，继续呢去做个反拍的回击，好，后场高远，没关系，让他杀 ，OK， 李阳这边有机会 ，OK， 这边还有，李阳后场一个攻击，这边继续把握住，打一个后场高远，好，双上网了，好，这个部分，李阳在往前，好，回一个高远，还有这球还有。哇，这球可惜了，对手强攻这个王麒麟的这个
正手位啊，有点可惜啊，这球没有拿下，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目前2-3，2-3暂时落后。那、这个来回还是一个 nice play， 台湾选手守的啊，手中有攻，攻中有守啊，这球有点可惜啊哈、啊，一个强袭的近身球啊，有点打到这个李阳的大脚内侧啊，大脚外侧。OK， 没关系，没关系，好、啊，稍微休息一下，擦个汗啊，场地稍微清场一下。OK。好，目前呢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胜券在握的哈、哦、胜券在握，毕竟这个压力是在日本队这边，因为他日本队这局没有拿下就拜拜了、哦、就真的就是离男双冠军是完全没有机会，因为他们另外一组男双也失败了嘛哈、哦、那所以压力是在日本这边，他们这一局非赢不可。那、啊、我们这个台湾选手呢、哦、这边就好、哦、稳扎稳打啊，这球发球，我们这边的日本队选手有感觉到压力的哈、哦、发球失误，3-3再度来到平手啊，有机会。好，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谢谢朋友们的抖内，我们一起的来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一下，谢谢你们。好、啊、这个部分继续，哇，这球漂亮，4-3，4-3拿下领先了，4-3。 OK，那我们一起在影片一下按赞，帮我们的台湾选手加油一下，4-3领先了。好，第二局的首度领先，好，第一局也是一样，首度领先以后就赢了。好，第二局一样可以复制，我们一起在影片一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汇集正能量，加油打气一下。好，希望能够好借我们这里一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传送正能量到东京，让他们直接笑纳第二局的这个胜利。好，4-3，4-3，台湾选手的发球，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猛将李阳的发球。好，这个部分日本选手快速的抢网，哇，这边有点被日本选手预判了，4-4，4-4，哇，比数来到焦灼，4-4的平手。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这边的发球质量真的是非常好，4-4。好，不要紧，这边有机会的。好，双方呢在往前的激烈来回，哇，这球关键时刻回球过网，目前比数4-5，4-5，暂时的落后一分，不要紧。比赛呢本来就是有得有失，才失一分，我们之后把它追回来。影片底下一起按赞，帮王麒麟李阳发这个加油打气，哇，汇集正能量，帮我们这个李阳王麒麟加油。哇，这球也是一个近身球，也是一个强攻。好，目前暂时4-6，4-6，好，4-6没有关系。这球直接被这个日本的组合就抓准了一个回球的这个质量不太好，过高哈，直接再往前做一个杀球。那这边王麒麟和李阳这边要小心一下哈，因为他日本队的这个这两组选手都是弹簧腿啊哈，回球稍微哈甜一点就直接起跳杀球了。OK， 好，我们看一下李阳的接发。好，这边的双方在往前的来回激烈的来回平抽挡。好，这个部分日本选手回球过网，好，我们台湾选手5-6，5-6领先啊，5-6暂时一分的落后。好，不好意思，刚太激动了，5-6，5-6一分的落后不算什么。台湾重炮手男神，好，王麒麟发球，好，发一个短球。好，双方呢在往前的压阵。好，这边呢哈，李阳目前是在后场，好，有点改变战术哦，现在李阳在后场杀球，王麒麟在前场压阵哦，这球拿下了。王麒麟快攻，重炮杀球得手，目前呢再度来到平手。你看这球，哦，李阳的后场连两番扣杀，再换王麒麟一个扣杀，守不住了吧？滴水不漏的防守也会被我们的这个连续进攻滴水穿石给穿透的。OK， 目前平手，好、哦，双方来到平手的局面，再度来到平手。哦，王麒麟的发球发一个短的。好，短的有效，继续发球，7-6，7-6，一分的领先。我们继续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台湾选手王麒麟李阳汇集按赞正能量，传送正能量到我们的东京，好，帮他们加油。第二局可以拿下就进四强了。好，这个部分啊，这个李阳在后场做一个，哇，这球的虚攻是可惜了，李阳自己也很自责，但是没有关系，不用自责，我们台湾的这个观众给你秀，加油，7-7，7-7，有机会。我们看到这边呢，我们台湾选手啊，继续忘记前场这个前一球的这个没有过的这个挫折啊，继续好、啊、奋力的攻击啊，在目前呢，王麒麟后场的重扣，李阳在往前的补救，这边有吗？这边可以攻击吗？这边有攻击了，好，李阳在往前再补刀 ，OK， 王麒麟后场攻击，李阳往前一个截击，
好，这边呢打到中墙中场，王麒麟到后场做一个大斜线杀球，李阳这边往前的一个扑救，再一个杀球，好，王麒麟到前场，好，双方轮转位移相当的有默契，这球也是个多派来回，日本队想要拿下这分，王麒麟这个球大幅度的接球，这球有点可惜啊。哦，这球接得漂亮，但是日本队的攻击更漂亮。目前比数7比8，暂时的一分落后。不要紧，不要紧，我们一起在影片下按赞，帮我们的选手加油，希望能够汇集1400个赞，帮我们的台湾选手加油，鼓励正能量。台湾选手王麒麟、李阳即将哈、哦，这边呢是有机会可以第二局直落二拿下的，目前暂时一分的落后。好、哦，希望挤到1400个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好，我们台湾猛将 ，OK， 李阳的接发。这个部分发球即得分，发球啊，因为这个日本选手发球没过啊，没有过那个线啊。目前比数来到8比8的平手。我们看一下李阳跟王麒麟，李阳的发球，台湾猛将李阳这边呢建议啊，哦，这边突发奇想可以发一个高球，哦，但是不过发一个短的，而且这球拿下了，哦，发球即得分，哦，一样的模式，日本发球失分，我们台湾选手发球即得分，9比6，哦，这球落点非常的巧妙啊，非常的巧妙。OK， 9比6，目前比数9比6，台湾的选手哦领先中，哦，9比8，更正9比8，我刚刚太激动了，9比8，这球日本选手再度回得一个要命的失误，界外10比8。OK， 目前两分的领先。好，要换球吗？好，啊，没有，继续打。10比8。好，李阳这边发球发一个短的。好，李阳这边呢去做，哇，这边的前场加压，李阳快速加压攻击，11比8，打穿日本选手的防线，11比8，目前三分的领先，进入中场技术暂停。OK， 非常 nice play， 好，这场比赛真的好看了。OK。好，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李阳、王麒麟加油打气一下。目前中场进入了技术暂停时间，11比8，有机会。如果你跟我一样，也认为这场比赛直落二，李阳、王麒麟直落二的几率2比0拿下这局比赛的胜利，可能性非常高的话，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我们看一下有多少个加一。好，看看多少个朋友可以认为说，这场比赛可以直落2比0晋级到四强。好，认同的话，在影片底下加一，我们看一下有多少个加一啊。一起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有机会啊！哦，今天前场比赛真的是很好看。OK， 对，积分板的分数会稍快，哦，稍快一点。对，加一，守住啊！哦，好多加一。OK， 我们一起守住，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台湾选手汇集正能量，希望可以直落二拿下比赛。好。那这边呢，有时候播报的时候，哦，口误来的比较快，好，哦，有时候讲错，请大家，哦，真的很抱歉，好，哦，多多见谅。那不想见谅的话，我也再次跟你道歉。好，目前比数来到11比9，两分的领先。OK， 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哇，这个部分11比9，两分的领先，好，哦，目前呢还是有机会。好，两分领先，我们可以就顺顺的打，因为目前压力还是在日本选手这边的，因为他们这局真的输的话，男双就是无缘冠军了，因为他们另外一个组合在稍早的这个八强赛被印尼的这个世界排名第二组合打败了，所以这个算是日本的男双最后希望了。啊，日本选手发球，好，发一个短的，这边哇，这边啊，最后一拍有啊，最后一拍这边王麒麟最后一拍的起跳啊，决定不打。啊，结果是在界内，不是不打，决定到最后一刻才打。最后一刻的时候决定用一个捞打，那这边给日本选手做一个进攻的机会。好，没关系。好，这边呢有机会。11比10。黄金这边做一个垂直的一个起跳扣杀。好，直接打到这个日本选手的这个靠近脚踝的位置。12比10。这球又急又快，急如风闪电的这个快攻，霹雳一闪的杀球。哇，这个部分12比10。OK， 有机会，12比10。好，我们看一下王麒麟台湾重炮的发球，好，拍个短的。好，这边日本选手，哦，直接打一个近身，守住了。好，这边的台湾选手再度往前一个起跳攻击，啊，连番的抢攻，往前的平抽挡，这边都守得非常好，有板有眼。好，台湾选手这边后场的一个杀球，好，台湾选手这边李阳前场的一个点球，再一个后场重扣，好，前场的一个接机。这边后场再一个重扣，哇，这边重扣得手，13比10。
目前比数13-10，三分的领先，有机会，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好，这边有机会，有机会，真的，哇，紫洛二真的非常有机会啊，拿下，好、哦，这个李阳再度比取他的大拇哥，加油，按赞啊，好、哦。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台湾选手正能量加油打气，希望能够送到1500个赞，帮我们台湾选手正能量直落二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晋级四强。好，这个李阳这往前啊，继续再往前坐正。好，这个部分后场垂直起跳，再一个，哇，这边有点默契，稍微有点没有搭配好，但是没差。这边还有，好，刚刚的这个默契没有搭配好，还是有机会的。好，这个部分好，王琴再往前压正。啊，这边呢，快速的轮喘，哇，这球还有，这球还有，哇，日本选手关键时刻失误了。我们看一下这球日本选手呢，好，先做一个杀球，啊，台湾选手这边做一个推挡，啊，关键时刻日本选手outside打出了一个界外，哇，这边呢差一点，刚刚呢两个人相撞在一起，好，关键时刻这个部分有机会，好。那我们继续呢来关心一下，好，那现在呢这边场地啊做一个稍微擦拭一下，因为刚汗水啊大量的哦，在这个场地这边呢、哦、做一个就是淋到很多场地，那目前赶快擦拭，因为羽球有一些水的话都会让对选手滑倒，那这边呢赶快做一个场地的清洁，好，不要紧，我们这边呢好、哦、稍微休息一下 ，OK， 有机会啊、哦，这场比赛有机会拿下，因为第一局已经1-0了。第二局呢，有望2-0拿下这场比赛胜利哦。王麒麟起一个后场高球，这球高球是在界内吗？哦，是一个突袭啊，这是一个突袭啊、哦，那是在界外，14-11。好，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发球啊、哦，我们看一下李阳台湾猛将的接发，好、哦，发一个后场高球啊、哦，这边王麒麟往前一个快速起板，哇，这球有点可惜，好、哦、抢攻，结果打出界。目前比数来到14-12，目前不要紧，稳住，目前两分的领先。好，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希望能够突破1600个赞，帮我们选手加油。好，这个部分球的落点线审是判界内，但是李阳这边要挑战，他觉得是在界外的可能性比较高。好，我们来 challenge 一下，好 challenge。我们看一下鹰眼的判断，好，那也选手也可以稍微好利用这个时间呢、哦、去做一个休息，好，这球的落点，哎呀，这球可惜了，这球落点是在界内，所以这样的话是日本队得分，好，不要紧，稳住，台湾选手加油，胜利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日本队现在每一球都有压力，因为他们非赢不可，如果这局输就直接啊、哦、不用比了啊、哦，因为他们另外一组日本的男双也在。稍早的八强赛失利啊，14-13，台湾选手呢领先一分。好、哦，这边做一个反拍，快速的点杀，杀球得分，15-13，哇，这球真的是一个哇急如风、快如雷的这个比赛啊、哦，快速的杀球，15-13，好、哦，台湾猛将李阳的发球，这球漂亮啊、哦，不是李阳，是李阳嘛？好、哦，没关系，好、哦，这个部分哇，王麒麟的救的勉强，这个部分我继续。哇，这个李阳已经放低重心了，王麒麟在后场压阵，好，前场打一个后场高远，哇，这球再度拿分，稳了，16-13，我们再五分进四强，这是台湾男双在奥运上空前绝后的成就，首次啊，再五分拿下五分的话，就首次进四强了 ，OK， 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的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汇集正能量哦，那这个王麒麟好、哦、做一个反拍的分球，哇，这边有点可惜，哇，这边球比人快，好、哦，目前呢16-14，暂时被日本拿下一分，不过稳扎稳打，我们继续守住日本的攻势，啊，在手中反攻，手中里面找进攻 ，OK， 目前16-14，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李阳王麒麟，我们给你满满的赞正能量，好、哦，送到东京，希望拿下这一局，哇，这球有点可惜。啊，这球关键时刻把球打到界外，16-15，没关系，稳住，关键时刻我们就是要放开来打，好，给这个对手压力，所以任何好、哦、积极性的进攻我们都是赞许的。OK， 16-15，好，这边发一个短球，
好，这边后场起高做一个扣杀，打出了界外，日本选手打出了界外，17-15，我们再度拿分，17-15，再拿四分 ，Only four， 只要四分，只要四分晋级四强。哇，台湾选手这边已经进入了神的领域了，无我的境界了。好，什么样的球都有办法打，怎么样的球都有办法救。啊，轮转切换上面呢也是非常的顺畅的，17分，再四分，再四分。啊，这个部分台湾选手，哇，这球有点可惜，这球哇有点压到肩膀，希望李阳刚刚的扑救没事。哦，有点压到肩膀。啊，这球哇，这球真的是哦放冷箭啊。啊，这球刚有点就是李阳的飞身扑救，有点压到肩膀，希望是因为看看他着地的时候是右手去做这个着地的一个整个支撑啊，希望他这边是没有被压迫到的，没事没事。脚好像有破皮吗？希望是没事啊。好，没事没事，好 ，OK。好，日本选手现在也气沉丹田，台湾选手 OK 的 OK 的，加油稳住。好，这边这球对两边选手都非常关键，对台湾选手拿下呢，就胜利就越来越近。好，双方在往前平手挡，李阳在往前，哇，这个快攻得手了。好，18-16，再赢三分，再赢三分。我们只需要三分，我们大家一起在影片一下按赞集气，帮我们台湾选手按赞集气，集满正能量，加油一下！再赢三分，我们就进四强了。OK， 哇，这个台湾的这个重炮杀球手，这个王麒麟惊天一吼，加油！好，这个部分李阳再一个杀球。好，这边呢，李阳的一个分球，哇，这个部分啊，有点可惜，打在一个中间的部分。好，17-18，台湾选手暂时的一分领先。哇，这个日本追兵啊，来势汹汹。哇，这个漂亮的，不得不说，日本选手这个漂亮的华丽转身反拍的救，真的是今天的 nice play。好，也是要给日本一些好球掌声了。OK， 好，我们看一下台湾选手这边的接发。啊，日本选手远藤大游的发球。啊，渡边勇大的发球。好，这边呢，哇，双方呢？再往前的平抽挡，这球的落点是在界内吗？啊，这球落点是在界外。双方呢，啊，日本选手后来居上，18-18的平手。我们看一下台湾选手的救球，接球。好，这个部分再度关键时刻，日本选手手软打出了界外，19-18，我们领先一分，分分关键，再赢两分。晋级四强 ，OK， 我们影片底下一起按赞按起来，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再赢两分进四强，打破对日本选手铜墙铁壁般的防守，就靠现在。好，这边呢，哇，王麒麟做一个分球，做一个快速的杀球，这球有得分吗？这球19-18打出，20-18，这球有得分，20-18，赛末点了，台湾选手有两个赛末点，李阳王麒麟即将进军四强，再赢一球，拿下这场比赛，我们影片底下一起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台湾选手加油，哇，这球有点可惜，20-19，不要紧，20-19，好，20-19，有机会。好，我们看一下目前比数20-19，台湾选手一分领先，一样再赢一分进四强，我们一起加油，帮台湾选手加油一下。好，日本选手发球，好，发一个后场起跳高球，这边台湾选手双上，哇，这边赢了，拿下这场比赛胜利，可贵男人的一胜，进入了空前绝后的奥运男双，好，台湾男双史上的四强，太棒了，睡啦，晋级四强。可歌可泣的战役，晋级四强，日本选手也是非常棒，给你们一个赞，进四强了，哇，进四强太开心了，哇，台湾选手在我们台湾的观众啊热烈的支持下，你们真的很棒，一起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恭喜他们进四强了，台湾男双历史上的新业，首度来到了奥运的四强比赛，首度拿到奥运的四强比赛，有机会问鼎金牌啊！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恭喜我们台湾选手，厉害，真的碎了哦！日本真的是打包不用回家，日本就是他们的家哦。OK， 太棒了，碎了，赢了。
哦，真的是一场精彩的战役，精彩的战役啊！哦，太有水准了，真的是神仙打架，巅峰的对决，巅峰的对决，恭喜恭喜！掌声给李阳、王麒麟，给你们一个赞，我们一起在影片转到啊！哇，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说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李阳、王麒麟晋级四强，晋级四强。今天男双的最后一场比赛，李阳、王麒麟给我们一场感动的战役，21-16、21-19收下比赛的胜利，晋级到了四强，晋级到了四强，碎了碎了，好、跌倒，好、跌倒，没事的，没事的，晋级四强，太爽了，太爽了，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希望突破2000个赞，帮我们台湾选手恭喜一下，他们真的是太优秀了，太优秀了，哇，晋级四强，晋级四强，快速的来看一下晋级四强目前可能会对到谁。好，等我一下，就这么得。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晋级四强会对到谁。好，如果晋级四强的话，会对到谁？真是太开心了！哇、今天真的是每一场比赛场场精彩。好，今天呢，四强晋台湾男双李阳、王麒麟两局2-0打败了日本的男双，晋级四强，晋级四强。那我们看一下明天的比赛，台湾男双这边有没有出来了？对战的选手有没有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好，这样子确定了，确定了。明天台湾男双会对印尼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组合三万组合，传奇组合，老将哦。那台湾男双之前也是赢过了，而且重要的是最近赢的，最近在年初的这个年初的泰国巡回赛赢的。这场下一场比赛，下一场比赛有没有有讲几点吗？明天的比赛两点半，明天的比赛2:30 ，OK， 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告诉大家，明天比赛下午2:30，台湾男双四强赛，下午2:30，明天下午2:30，明天下午2:30，台湾男双四强赛对战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尼组合，传奇组合阿闪跟塞提亚碗 ，OK， 明天下午有，明天下午的2:30，明天也是一场硬战，但是台湾选手已经在。今年有打赢过他们，而且今年对战他们是没有输过，没有输过哦。明天下午哦 ，OK， 明天下午2:30有机会，有机会。OK， 那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恭喜一下我们台湾组合，非常的棒。好、希望能够有2000个赞，恭喜他们，恭喜他们，今天真的是金价厉害，金价厉害。OK， 太厉害了，哦，真的是不得不五体投地般的敬佩啊。明天下午2:30，明天下午2:30，男双羽球男双的奥运四强赛有机会夺牌，因为对上的对手是这个印尼的选手，印尼的选手呢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阿闪跟塞提亚碗，那是有机会拿下胜利的，因为今年李阳王麒麟没有输过，对他们没有输过，哇，今天真的是摧枯拉朽，直落二，秋风扫落叶，直接清零了，直接让他们直接拿这零回家 ，OK， 好，太开心了，太开心了，他们太有默契了。林昀儒下午两点，渡边勇大、远藤大友也是很棒，有风度，他们是一场非常棒的比赛，神仙打架的一场战役 ，OK， 非常开心。台日运动家精神就是给赞 ，Number One，OK，送了，没错，好，那我们一起好，恭喜台湾选手。那等一下呢，我们回来还会有直播，还会有这个语音直播。等一下直播是两点的林昀儒四强赛对上的选手是大陆的选手樊振东，世界排名第一。那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就回来。那这个直播我们就先下播，恭喜台湾选手，不好意思打了一个嗝。台湾选手呢，这个林阳配晋级四强，谢谢大家，留言太多没有办法一一回，但是谢谢大家的好意，那对我的指教我也会铭记在心，慢慢改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想要得知台湾奥运桌球羽球的赛程，最新的赛程几点比赛，对手是谁，哪边可以看他们免费奥运比赛的线上免费直播，欢迎你在影片底下呢免费订阅我的小林 Thi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的奥运选手最新的这个情报，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Thi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带给你最新的台湾奥运选手最新的这个赛程知识。 OK， 那
我们一起为台湾选手加油。今天的比赛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OK， 那我们晚一点，下午两点的这个直播，林昀儒对上的是桌球，林昀儒对上的四强赛，对上中国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我们到时候见。那大家赶快利用时间去做个休息，吃个午餐，喝个水。我们待会见。好，祝福大家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